是大家关心这个事情所建立起来。立法委员、各级的政府官员，不要关着门去谈修法，他应该到这个场合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、来协商、来知道大家的期望是什么。那这样，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修法的一些呼吁。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